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上午的组合，我们抓一把寿司棒，半张紫菜铺至均匀，边把它修整齐。现在我们翻过来，我们在里面放入三文鱼，牛油果，现在我们把它包起来，扣进去，料扣紧，转过去，竹帘定型。现在我们在上面铺一层三文鱼，先来一刀，竹帘定型，两头收一下。这里是拉斯维加斯三文鱼卷，好，放置一边。现在我们拿出一个盘子，我们把它切掉，背棒两头收一下，切成八段，我们把它摆入盘中。现在我们在上面简单的给它装饰一下，放鱼酱，我们事先切好的一个葱花，然后我们在上面可以撒入一点点芝麻、洋葱末。好，现在我们在这里给它切一片，切一排的一个生鱼片。我们拿三文鱼鱼背部分，先给它修一刀。切生鱼片的话，一般性我们都是采用一个三四五的这样的一个组合，把它的纹路呈十字形交叉，内角对齐，外角散开一点点，然后摆入盘中。这样子，简单的一份三文鱼组合已经完成。作品每天更新，喜欢的老铁。